美丽，嗯，阿飞，你过来了，是，不是我们那个是几点的票啊？对呀、啊，嗯，不慌的，还有8个小时。对了，你们两个一个感冒了，一个又那个，这样坐火车方便吗？不是昨天说好我送你们的吗？没事的，不用麻烦你，小芳。因为就是你给我昨天不是给我买了药吗？现在吃了这些药之后好了很多，而且王美丽她也有点晕车。对呀、啊，小芳姐，我有点晕车，所以说我们就要坐火车回去就方便一点。哦，那好。对了，我们那边刚过完年，然后还有很多腊肉，还有腊肠，你要不要今天跟我们一起回去吃腊肉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我还有点事。明天或者后天我还是要回老家姨太的，然后就过来找你们玩吧。真的吗，小芳姐？那这样太好了，我们在家里面等你。好的好的，还有8个小时，你们就等一下，我去买的东西。小芳姐不用了，没事没事，你们等一下。美丽，来拿着吃。怎么那么多？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嘛呀，小芳？没事没事，你们拿着吃吧。那你们先去吧，坐电梯。那什么姐，我们就先走了，我们在家里面等你哦。好的。那我们就先走了，小芳。拜拜。再见，阿飞。再见，美丽。